Hello 乐高积木有一个新的使命，那就是做建筑教育。Art Asia Pacific 和 People's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联合举办了一砖一瓦建亚洲的活动，他邀请来自中国、日本、泰国等多位建筑师，利用纯白色的乐高积木堆叠出自己理想的建筑物和城市。完成的作品当中包括亚洲特有的寺庙、未来感十足的大厦，还有新旧融合的永续城市。目前作品正在亚洲各地巡回展出，2008年将到纽约参加各种教育活动，最后拍卖的所得将捐给教育机构，希望儿童从小培养对环境还有建筑的鉴赏能力。一砖一瓦建亚洲的活动让我们看见教育的最高艺术，那就是在游戏中学习，在学习中游戏。